哈喽大家好，我是 Z。 因为最近有一个人，他迷上了看夹娃娃的一堆影片啊，然后呢他很有兴趣的就去买了一台这个，对，上次做的开箱的那个东西，然后他觉得不满足，所以呢他就跑去了很多的夹娃娃店，然后夹了一堆。哒，我靠，真的没有错，对，他就是开始呢疯狂的夹娃娃。看到这些全部，对，还有后面全部都是他夹过来的战利品。是的，我觉得我们这样的每个礼拜都跑去夹娃娃，好像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。所以今天要开箱的这个东西，对，是为了我的荷包着想。我们现在换场景，转去开箱啦！哒啦啦啦！对，我买一台夹娃娃机，我们特地就从一楼搬上来，搬到五楼。把这台重达100多公斤的夹娃娃机搬上来啦！终于，我们不用再跑附近的夹娃娃机店了，我们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夹了。好啦，那基本上这个夹娃娃机呢是买给，所以现在就换它来夹啦。看自己摆了多爽啊，随便拿，对吧，随便拿随便游啊，好爽啊，对吧，超爽了，要山崩了，好吧，哒，全部抓满了。好了，如果你自己有一台娃娃机的话，你也可以这样玩。以后呢，我们会录一些夹娃娃机的片段给大家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影片的下方帮我们按个订阅，或是上我们粉丝专页帮我们按个赞哦。每周的一二四，我会放上一些新奇好玩、生活影片跟开箱影片。See you later， 拜拜。